连日来的这个采访情况，香港社会队代表队员林丹呢，他是和三名香港的十几岁的青少年运动员一起打球。那么这三名小伙子呢，不断的努力训练、锻炼和成长。那么陈龙呢，他是和他们市民们说呢，在看了奥运精英的表演之后呢，他们队之后呢，他们和观众一起呢站立。 那么，当奥运金牌得主获奖之后，升国旗的那一刻，那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。也有香港民众就表示说呢，通过看到香港，那现在大家都是马龙的，张继科，抗议的打法，暂停。 比分也还是非常的焦灼。王振廷，一个送矮仔。的表现都是非常对的，轻松，虽然玩了非常的多的花样。那现场的观众呢，的确也是声浪是高过一浪。现在是交换场地。5:1。 现在是5:2。一个下旋，对拉，缩短球。那我们看到张继科甚至还跑到了对方的。亦都要俾热烈掌声，我哋嘅球证，因为其实佢哋计分都好。趣味互动的乒乓球的表演。